户人家比较的心态老早就不是新鲜事了。当年大安区最具势力的黄李两家的比拼可是传遍了街头巷尾。中庄黄宅原本的三合院房舍在地震当中受损了，据说在建造的时候听取了风水师的建议，形成现在一进为三楼洋房的四合院格局。由于参观者非常的众多，不堪其扰之下停止参观了。但是因为这里曾经是大安国小第一任校长的故居，因此啊，只有大安国小的小朋友才有特权可以入内参观，其他人嘛，你们顶多啊就只能在屋前来摄影留念喽。